杨超越，中国大陆女歌手、演员，出生于1998年7月31日。她因参加2018年腾讯视频制作的偶像竞演节目《创造101》而成名，并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成功出道，成为限定女子团体火箭少女101的成员。在这之前，她在2016年底加入了女子偶像组合 CHR， 并通过该组合进行了一些表演活动。然而真正让她走进公众视野并获得广泛关注的，还是通过创造101这档节目。杨超越的出道过程可以追溯到2018年，当时腾讯视频推出了大型女团竞演节目《创造101》，这档节目旨在选拔出11位优秀的参赛者，组成一个限定女子团体火箭少女101。节目邀请了黄子韬、ella、陈嘉桦、胡彦斌等明星担任导师，吸引了大量观众的关注。在参加《创造101》之前，杨超越曾是上海四八文化的练习生。在节目中，她以清纯可爱的形象和不俗的歌舞实力吸引了大量粉丝。尽管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略显不足，但她的努力和进步也得到了导师和观众的认可。在《创造101》的比赛中，杨超越凭借高人气和实力，成功晋级到最后的总决赛。在总决赛中，她以第三名的成绩脱颖而出，与孟美岐、吴宣仪等其他10位选手一起组成了火箭少女101。火箭少女101自2018年6月出道以来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他们的首张 EP 账销量突破1000万，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女子团体之一。杨超越在团内担任主唱和领舞，表现亮眼。在火箭少女101解散后，杨超越继续在音乐、影视等领域发展，取得了更多的成就。